18岁毕业，我就到了自行车厂。我是先入团后入党，我上过3次光荣榜，厂长特别器重我，眼瞅要替副组长。傍晚6点下班，说单位减员要并厂，当时我就表了态，那工人要替国家想，我不下岗谁下岗？妻子在澳洲，我去喝几瓶啤酒，如此生活30年，直到大厦崩塌，远藏深处的黑暗，淹没心底的景观。心底的景观。